光跌入黑洞，我有梦早该裂缝、yeah、只要心被火烧过，就能够开出花火。未上过的印记都是青春的荣誉，没有浴火的勇气怎么看得到奇迹。 Awake 梦醒的距离 Don't stop the shining Here we go Yes here we go 决定去世界之巅，是最燃的冒险，无畏的今天，许下了诺言，把梦想实现，就在一年间，和你肩并肩，跨越过极限。 You know the real life去哪儿呀？慢点吧！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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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好不好？我拉不好了。来来，起来起来，我送你回家，好吧？别碰我，我摔疼了，我很疼的，你知道吗？又不是我，就是。对不起，对不起，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来起来。我不起来。走了，回家了，回家了。我不起来，我没有钱，我的回什么钱？哎呦！你活成那样了，怎么放你下来啊？你混蛋，你干嘛背我呀？你跟我下来。我给你下去，是要下也是你下吧？啊？我下，我咬我。别咬！哎哎哎，疼疼疼！疼！是左右着，接受你打扰我。
大早上的吵什么呀？你们这么快吗？醒了。我怎么在这儿啊？你说呢？我喝多了。哦，你还想得起来？把他扛回来了，车呢？车我撂大街上，跟我去学去了。你车都不要了，把他扛回来？稳，回你房间睡觉去。明白，不打扰，不打扰啊，不打扰。嫂子好。放心吧，我对一个酒鬼没兴趣。昨天手机没电了，联系不上你朋友。谢谢啊，实在是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那是在哪儿下去吗？走了。等一下，约上你律师，10点钟见。好啊，不见不散。公哥，公哥，公哥！嘿，你怎么又进来了？出去！昨晚都听见了，你别跟我说话。听什么？出去！是，出去。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坐。你想清楚了吗？当然。我将全权代表当事人，就邱英小姐侵犯纪向空先生的个人隐私权和个人名誉权的诉讼进行协商。我方当事人愿意接受合理的赔偿。你觉得多少算合适啊？你说吧。100万不算多吧？100万？什么？我纪香空的名誉还不值100万啊？100万？你这纯属叫讹诈吧？哎，当着两位律师的面，你说话小心点啊！冷静，冷静，没事。你看，还有没有商量的余地？考虑到邱英小姐的经济状况，我方当事人做出了最大的让步。季向空。谢谢啊。怎么谢啊？哎，千万别说以身相许啊，否则我真的会答应。喂喂喂，陈律师可还没走远呢，你这叫调戏，懂吗？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总之谢谢你啊。不用谢了，我只是给自己省掉一些麻烦而已。哦，对了，我要给你一句忠告。你以后少喝点酒，喝多了真的很恐怖。话痨。啊，我说什么了？该说的不该说的，你都说了，自己慢慢想吧。走了。该说的不该说的，我到底说什么了？我不管你说什么。
那你是不是忘了跟我说什么呀？啊，你少跟我在这装傻充愣啊！哦，你昨天晚上跟金小空一起喝酒啊？你还骗我说你跟你朋友在一起？他不就是我一朋友吗？你，对吧？你耍我呀！秋英，你站住！我跟你没完！哎呀，我知道这家零食特别好吃，走，带你去买点好吃的啊！别生气了。欢迎光临高端零食两点铺子。哇，以后咱家零食都不用愁了。哎，你老实说，昨天你到底干了什么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啊！你放心吧，我们真的什么都没干。哦，什么都没干，什么都没干，他今天能这么爽快和解啊？骗谁呢？我也奇怪呀，他怎么突然就这么帮我呢？但是，我俩真的什么都没发生，我就喝多了。你还敢喝多呀？你，哎，依依，这个虾夷扇贝特别好吃，别给我转一块。说，是不是季向空逼你喝酒？哎，没有啊，这个真没有。那你干嘛喝那么多呀？你不知道自己的酒量啊？你万一喝多了，发生点什么，怎么办啊？我就是心情不好，就喝了点酒，谁知道一下就喝多了呢？你心情不好，你也不能去找季向空喝酒啊，哪怕跟我喝也行啊。气死我！哎，好啦，我再给你多买点好吃的，消消气儿。快！屋里面怎么了？不知道啊，吵得好凶啊。是啊，他知道啊。一转眼那个女主持人他们就和好了。赞助商让我给个解释，我给什么解释？我拿什么给呀？我这个经理没法干了，我真没法干。怎么了，金总？季向空和秋英和解的事儿你知道吧？和解？什么时候的事儿啊？什么时候的事儿？就昨天的事儿。不信问周律师去。季向空的人在哪儿？把他叫过来，我要跟他解约。金总，你先冷静一下。季向空这么做肯定有他自己的道理。我告诉你，你别袒护他了啊！白总那边都气炸了锅了，不跟季向空解约，这件事情就没法平息。这件事情平息不下去，咱们战队的形象怎么挽回？出了事儿就把自己的队员往外推，这是我们战队的行事风格吗？这件事儿很明显是有人暗中操纵，重伤季向空，重伤传奇。不分青红皂白的就和季向空解约，就不怕其他队员看了心寒？金董，季向空不解约，赞助商那边怎么交代？哪儿重啊？帅啊，你到底联系上杰夫人没有？我怎么没联系啊？我联系了呀，可杰夫人那边不搭理我呀，我怎么办？眼下的当务之急是马上联系到杰夫人，如果杰夫人能够出面澄清的话，那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赵阳，你要是真为战队好的话，就应该马上联系到杰夫人，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跟这儿挑拨离间。你说什么呢？你说你啊？谁在这挑拨离间了？说你说什么？周一召开记者会，到时候如果不解决问题，就在记者会上和季向空宣布解约。通了吗？喂。哎，空哥，你见着 Jeffrey 了吗？还没有呢，消息可能有误。他可能不住这家酒店。赵阳在金总面前告你状了。给我。那个罗教练跟你说，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跟我商量一下，就私自跟那个女的和解了？教练，那个视频不是邱英发的。你有证据吗？证据我还没有，但是既然没有证据，为什么还自作主张的跟那个邱英和解？你这么做就等于默认了跟他的绯闻关系。赵阳抓住这点，就能让你跟战队解约，你知道吗？教练，秋英是无辜的，他已经丢了工作，卖了房子。以赵阳的手段，他会赔得倾家荡产。我不能为了我的利益去牺牲无辜的人啊！看来在和解之前，你都想清楚了。那我再说什么也就没用了。不是，那个空哥，人金董本来今天就要跟你解约的。罗教练跟金董大吵了一架，金董才妥协，说再给你两天时间。你别这么说话啊！
对不起啊，教练，给你惹了这么多麻烦。周一开记者会，如果 Jeffrey 能够出面澄清的话，事情或许还有转机。教练，我先挂了。哎，老 Jeffrey。我能跟你单独聊两句吗？我知道你是为了什么来找我。网上的那个视频我看了，是假的。我希望你可以澄清一下。我听说，如果这件事儿被当成是真的，你很可能会被俱乐部开除。那天你对我的态度让我很不爽，所以你付出一点代价也是应该的。既然是这样，我不想帮一个属下败将。如果你不澄清，你愿意让大家认为被我打得很惨啊？别看电脑了，收起来吧，准备吃饭了啊！马上马上，来了，又辣又香的自嗨锅来了，电脑拿开，来来来，哎呦呦，啊、哦，哇！说你天天对着个电脑，哎，什么时候能按时吃饭？哎，还好有这个小天使在，给你，谢谢小天使。嗯，以后哪个男人要娶了你啊，真是修了八辈子的福气了。就你嘴甜，别自己吃嘛，我也要吃。别掉了，自私你。嗯，林雨，你看这个，这什么？嗯，希望巨象空滚出传奇战队的民意调查。哇，那支持率70%呢。昨天我俩刚刚和解，今天就传到网上去了。而且你知道，最关键的是，我俩的绯闻被传得沸沸扬扬的。你俩都传绯闻了，你还笑得出来啊？我哪儿笑了？我没笑。你明明就在笑。没有。我看啊，这次巨象空是没法翻身了。哎，我听说传奇的赞助商知道这事儿以后简直气炸了，闹着要终止赞助。明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啊，传奇很有可能会跟巨象空解约啊。那怎么办啊？要不然我们帮帮他。帮你说的倒简单。哎，咱俩谁呀？说出来有人听吗？怎么帮你告诉我。我也不知道啊。问题是季向空帮了我，我不能坐视不管吧？哎，主要问题是这件事还是因为我而起的。姐姐，你俩现在在传绯闻，哎，你公开站出来说啊，季向空是清白的，你觉得有人信吗？只会越描越黑。那我直接把我拍的完整视频发出来不就完了？你还好意思说？你看看你录的这个视频，你当初只录到了俩人起冲突的画面，哎，后面教练把他们分开的全过程，那有拍到吗？那上面有吗？你现在把这视频上传上去，还有什么说服力啊？那怎么办啊？你说。你先试，我想想办法。过程了，那我们只要找到了这个人，再拿到了现场完整录像，这不就可以证明季向空的清白了吗？这个人在国外，你上哪儿找他去？你去加拿大？你傻呀？你看，这是不是一个旅行团？嗯，那是旅行团，他肯定就得回来吧？嗯，那我们只要找到了旅行团，就能找到这个人吧？
那我们找到这个人，再拿到这段视频，哎，这不就能证明了吗？就算他回来了，中国那么多旅行团，你去哪儿找他去？你都忘了，我可是专业做新闻的呀，就这点小事儿，能难得到我一个大记者吗？啊，放心吧，这件事儿我来搞定，你赶紧吃啊。寻找真相，追求正义，这才是我的使命啊！傻样吧。乘坐 DZ 三。喂，依依，我找到那个旅行社了，不过他们领队带团出去了，坐下午的航班回来，找到了就行。现在啊，就保佑航班千万不要晚点吧。还真让你给说中了，航班大面积延误啊。那迹象控也真够倒霉的，老天爷都不帮他，咱也没办法了呀。传奇啊，已经给媒体发通知了，明天早上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跟迹象控解约啊。我再等等吧，拜拜。等到空哥，我给你发微信，你没看见啊？罗教练刚跟我说。Jeffrey 那边给信儿，他不去记者会，现在上飞机要走了。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不是 ，Jeffrey 要走了，他上飞机了。知道了，不用替我担心，先回去宣战去。不管我解没解约，我们都要拿下这场比赛。不是你没事吧你？那我走了啊。Jeffrey 也走了。为什么飞机还没到啊？还没飞呢。哎呀，没事，只要飞机不取消，我们就还有一线希望。行吧，那我陪你继续等着吧。我家依依最好了。来。和平尖叫，提提神吧，肯定还要等很久。谢谢。来。你等困了都。看看你这脸色，你这再熬下去都快变生姜了。爷，你先回去吧，我再等等。别等了，这都凌晨三点了，记者会还有几个小时就开始了。再说了，你就算找到了那个领队，那时间都那么久了，人家把视频删了也说不准的呀。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要等下去。你是发烧了，还被吉祥空下药了，你为了他值得吗？都没有，总觉得我应该做点什么，不然我这心里也会于心不忍。依依，你先回去吧，我还要去记者会。
行吧，那我先回去提前准备准备，随时跟你联系啊。那就更注意安全。嗯，拜拜。哎，路上慢点啊。拜拜。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动感电竞杂志社的记者陆依依。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到了传奇战队的新闻发布会现场。赵经理说过在今天会给大家一个处理结果，那么现在呢就跟随我的脚步，我们一起到现场来了解一下最新情况。谢谢。来了，里面请，里面请啊。里面请啊。赵经理好。赵经理怎么样？这今天来了，不错，可以的啊，丁总啊，还是赵经理领导好。我今天已经放出风去，传奇战队和迹象空正式解约，就是得这样。我们要把这个事情啊闹得越大越好。哎，你知道咱们金总喜欢什么吗？面子呀。等解约成功以后，就算迹象空是无辜的，他也回不来啊，是不是？不能发生什么事。哎，不瞒您说，赵经理，我今天已经把解约书准备好了。你还站在这干嘛呀？找他签去啊！啊，好，我现在就去找他签。哎，里边请。空哥，季帅，记者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吧？现在外边来了很多记者，怎么办啊？我真不知道这记者会有什么好开的。得了，都来个凡人。哎，都在哪？这个是咱们的那个解约合同。要是没什么问题，咱就要给签了。哎，签什么签？签什么签？记者开了，你着什么急啊？那个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啊。你们聊啊。哎，告诉赵阳，签字没问题，但怎么着也得等他演完这场戏，当着他面签。应该是拍摄吧。我这边人差不多都到齐了，发布会马上就要开始了，航班已经降落了，我等到现在人都没出，会不会真的来不及了？那怎么办？行吧，那我继续等你消息啊。爸爸在门口啊，来。欢迎大家在百忙之中
抽出时间来我们的新闻发布会。我们的发布会呢，今天总共有六。赵经理，据可靠消息，昨天纪向空亲自向邱英达人和解，这到底是不是真的？是的，赵经理，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邱英发布的视频确实是真实的，纪向空确实在温哥华殴打了 Jeffrey。 还有赵经理，赵经理，如果纪向空被解约，我是说如果，那么传奇战队是否会有新的队员加入，这也是我们关心的问题，大家说是不是？是，赵经理，请你回答一下吧，赵经理。大家安静一下，三位先请坐。首先呢，我在这里代表公司以及纪向空本人给大家郑重的道歉。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请问你们领队在哪儿？在那辆车呢。谢谢。自乌龙事件的产生，我们也深表歉意。快！所以公司郑重地宣布，向纪向空解除。赵经理，我手上有个视频，可以证明纪向空的清白，你想不想看看？是吗？大家要不要看看啊？什么视频？快去！快去！要快去！赵经理，解释一下，这个视频清晰度虽然差，但是能够看清楚纪向空没有打人。赵经理，这个视频你们之前看过吗？看一下吧，纪向空没有打人啊？对啊，哎，你们之前有没有看过这个视频？赵经理回答一下，怎么样？赵经理，说说看啊。这个视频我和公司确实没有看过，但是这种非官方正式发出的内容，清晰度那么差，我们也没有证实过，所以这个视频的真实性是个未知数啊。还有，我们不会因为这个莫名其妙的视频来否定之前我们公司做出的一系列的决定和袒护我们自己的队员。赵经理，您这话代表了你们战队的意见吗？现在有了可以证明纪向空清白的证据，您不去核对就不认了？是你还是你们战队对自己的成员的清白毫不在意呢？是啊，是啊，是吧？我的一言一行完全代表我们公司，我们爱惜自己的队员，但不姑息，更不会容忍这种卑劣的打人行为。我们公司所做的决定，那是基于事实确凿。这位可爱的记者小朋友，如果你真有当事人的强有力的证据，而不是拿出来这一段模糊不清的视频啊，我们可以考虑的，真的。更何况杰弗瑞本人已经不在国内了。赵经理说的没错。向空出现只会让这个事儿越来越麻烦，让战队背更多的黑锅，你知不知道？事件的起因和经过，有比我这个当事人更加了解的吗？我相信在场的所有的媒体朋友们，也希望从我这里得到第一手的消息吧。
相公，当天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对呀，大人。谢谢校长。谢谢校长。大家静一下，我想说的话，刚刚大家在视频里已经看到了。如果你们还不信的话，可以直接去问 Jeffrey。Jeffrey 已经回国了，怎么跟你当面对质啊？是吧？赵经理，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通讯这么发达，一定需要当事人在，才能把话说清楚吗？这是什么呀？怎么样？我这里有段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上的视频是假的，我怎么可能会被吉祥控打？太可笑了吧！吉祥控，我承认你的战术很强。下一个赛季的全球总决赛。这么说，之前打人的视频是合成的，吉祥空是被冤枉的。对呀、啊，谁是那吉祥空？你和声音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到底怎么回事？打人事件，我相信大家已经很清楚了。至于大家关心我跟某位女主持人的关系，其实也没有多少耐人寻味的故事。那段合成的视频也不是他发的，我跟秋英一样都是受害者。至于那个制作假视频恶意重伤我的人，我跟传奇一定会把他找出来绳之于法。赵经理，传奇今天本来是要宣布跟吉祥宫解约的，可是现在证明他是无辜的。这个我刚才说过了，如果吉祥宫是无辜的，我们公司肯定没必要跟他解约，对吧？谢谢赵经理的深明大义。同时，我希望在场的所有媒体朋友们，帮我们传奇战队早日抓出幕后黑手。好了，之后呢是媒体群访时间，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直接问赵经理。我就先走了。我简直太好说了。是啊是啊，赵经理，请你回答一下吧，赵经理。哎，秋英，我跟你讲，总算解决了，总算解决了。哎，算他吉祥宫还有点良心，不枉费你在机场守了夜。嗯，我不行，我得在这睡一会儿了。哎，你要睡也不能在机场睡啊！你别管，你等我，我去找你啊。